好，开始。单向220电源，插上去之后，打开开关。然后温度设定，设定好温度到达之后，盖子打开，放入吸渣。吸渣放入六分满之后，盖子盖回，扣子扣上，然后等至15至20分钟，然后开始摇，手把开始摇动。摇动之后，吸会从这个泄流孔流到装置盒。如果有阻塞的话，通孔。